花警工抓到拍命的个冲地，要过有人家探听了后，花警工抓到一个恐怖纠缠。不过因为一欠抓家真济钱，要来退婚都要赔人钱啊，所以只有跟警员合作，叫伊去找个因为洗得真同款的查某人美女来做替死鬼。我爱你代替我的查某囝，嫁予蔡家药店的大少爷。啥？你爱我嫁予蔡少爷？这不应啦！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去找过算命先生的，爱算命先生讲，我查某囝的八字，甲蔡家的少爷吼对冲啦。假使阮查某囝若嫁过蔡家，嫁予蔡少爷，安尼哦，伊真紧就会走官呢。算命先生讲，化解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人会当代替伊嫁过娶家，通我过运，啊过一阵嘛吼，才把我的查某囝嫁予蔡少爷。姑娘啊，你生做到我的查某囝足成的，假使你敢答应嫁予蔡少爷，安尼这件代志就会当顺利安康过啊，嘛会当化解蔡少爷的死结啊。这现在阿嬷的病需要用钱，而且蔡少爷若是真正娶这位小姐，恐惊有性命的危险。不知安怎讲，蔡少爷伊嘛捌帮助我甲阿嬷，我看我就答应这位夫人，甲因斗三工好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给我一挂时间安顿阮阿嬷，啊，搁有啦，那笔钱哦。我先拿到，我要交我阿嬷做生活费，这是一定的。这300块先给你，啊，不过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参详，我不希望这件代志叫庄的人知影，所以我你即马就带你阿嬷离开这个庄啊。好，我即马先去交我阿嬷安到到附近的庄啊头。好。行嘛。啊！你讲有代志要甲阮参详，是啥物代志呢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我伫恁遮附近吼，有看到一间厝啦，啊，我嘛租好啊。我想讲吼，你含我烟灰啊，恁搬出去住。会行啦？敢是阮啥物所在招待不周？啊无，你啥想要搬出去住？啊，无啦无啦，毋是啦。亲家啊，千嘛。啊，阮烟灰吼，到我要搬出去。是因为阮烟灰哦，都要嫁入来恁蔡家，啊人讲吼，还袂嫁入阮的新妇，那会当住伫红山厝的。古早嘞吼，是讲，哎，这个新妇都爱伫后头厝穿好嫁妆，才会当住入啊。啊，所以讲这是鼓励，不过嘛是爱遵守啊，对不？那是安尼哦，阮就安心嘛啦。小青，你那遐尔啊客气嘞，搁家己去外口租厝。我别个所在，赶快有厝啊！你只要讲一声，我就叫管家去给你准备啦。啊，我这个人哦，可能较古板啦。啊，阮因为啊要嫁来恁家，啊，就是恁的新妇啊。啊，我别互伊讲哦，伊甲后头厝安尼哦，未清未楚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我趁来款款的吼，就让我搬出去啊。安尼哦，啊是，我派阮的管家带你过去。那是你什么需要，你做你个吩咐，唔免客气呢。免啦免啦，啊！迄间厝吼，无讲介偌大间，我已经叫人摒扫好啊。啊是讲，亲家啊，我想要甲你借一个人啦。借人？借什么人嘞？啊！讲人人够啦，咱才拄好。啊！你吼、哦，甲建平借我，伊吼较早伫咧阮头家的店门做事，啊，阮较熟啦。啊，借我几工啊吼，通我替我发落一寡代志啊。来来，建平啊，阿伯就甲你拜托了。你就好啊，代替阮进门吼，把古文斗啥个？阿伯，阿遐代志也是我的代志啊，我会好好做的。你家母就放心去准备阿遐亲生的代志。比如一个未婚夫人遐摕了300块，都细厝来阿嬷住，有新厝通好住，总有即嘛是欢喜个。我也知道说要赚那么多钱，但真的那么简单。阿嬷，这些钱哦，你拿去。你哪会
这钱啊，啊，佫会当买到这间厝？你好啊，恁老实甲阿妈讲，这钱哦，来来路不明，阿妈甘愿做乞丐都唔愿意去受苦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只是答应一位夫人哦，替伊做一件代志，啊，这钱拢是伊心甘情愿给我的。啊，是讲伊给你这呢济钱，会叫你做危险代志无？嘿，我看卖啦，你还是第一下伊啦。阿妈，这件代志未有危险，只是迄位夫人哦，叫我常常带引导家己放开，可能会一段时间无法度陪你。阿妈，你都要一个人留伫这间厝内底哦。安尼好，唔啦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另外一边边。人甲蔡家讲袂了后，伊就随个英辉款行李啊。阿英辉阁惊看了英爹，所以伊嘛可唔通赶紧的离开。来到新厝了后，总算看到个生得真同款的美女啊！哇，竟然跟我西装一模一样哦！原来夫人爱我代替的人是伊。夫人，我想出去办理婚礼代志，我先来去。哦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美女啊，为今日开始，你得爱学阮英辉讲话、曲势啊，甲动作。哦，各位吼，娶家的人都要来娶亲啊，啊你哦，都爱代替阮英辉继续要娶家，啊千万唔通互看破卡手，知无？夫人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，绝对袂互人看破卡手啦。哦。安尼就好，时间嘛无早，你哦，我先去煮饭。是，阿母啊，你嘛感觉我甲伊做成诶哦？我一看伊哦，就看这无气质，这无教养诶，伊太有可能代替我嫁去娶家，一定哦一大块就憋空啊。哦，查甫囡啊，你甲即卖还阁想无哦？阿母诶，叫伊来代替你哦，叫伊嫁入去娶家。就是讲哦，迄蛇家的妖魔鬼怪，哪会安怎？安尼到时阵，伊就安全啦。唉，对吼、哦，所以你才会叫伊代替我去哦。对啦，阿母叫伊哦来代替你嫁入去蛇家。到时阵哦，伊若真正去哦妖魔鬼怪害死，啊，到时阵你才出面，啊，你有缘哦是蛇家的大媳妇啊。还是讲哦，迄当阵你若无想要等伊娶嫁，上起码哦，咱妈阁一大堆的聘金通啊用啊。哦，阿母啊，你是怎够巧的呢？哇，一定好好甲嫁，绝对吼袂互人看破咱的下手。因为知影美女是替死鬼了后，果然真认真啊甲嫁，连伊上新买的衫裤、鞋、胭脂水粉，嘛拢分伊用呢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美女真正愈来愈像英辉啊。恁老母真正竟然嘛根本分袂出来啊！另外一边面，进门的相总算嘛好啊。在疗养的一段期间内底，因为食了较无检正，所以进门是真怀念美女的手艺。即马病一个好尔，都随走来要找美女啊！有人听无？你免再叫啊！你妈昨晚已经包到一阵啊！请问一下，你敢不知道英婆去哪里？不知道呢。不是啊。本来进门是想讲要叫美女搁等下娶家煮饭呢，谁知美女竟然不顾而别的，我进门感觉真无奈，也嘛真稀离。我伊嘛无从改变啥，因为连面都要甲英辉成亲啊。刚吃一粒包啊，现在肚子就枵的。
夫人。真正是目睭金金人上中啊！嘿，东方花种爷，美女可能虽要无命呢，大仙杯酒残，甘注定爱永世轮回呢。我的地盘，既然我拢已经把你带来家，你想我敢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放你出去？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怪？想到你会到底带个来来去去，我是安怎会在这？日头讲着百年进前，我敢带个问问？你看。你真的要受安排吗？今天将我害死，还有我爸肚里的孩子，我就差你不得好心，我这句也要帮你耍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刘英弟，我是母仪哦，被好分不清，今天因为分别必须要化一整体，变成花家的地皮主。我跟抓改做甚有关系？所以我变成娶个第一主，虽然讲有冤仇我报，并不是我的本意。啊，不过既然我已经变成娶个第一主，我得用上严格的标准来替娶个金英的大媳妇。只要是无适合的人，我得随个退出去娶个大。杨哥，杨哥，大人讲的呀，听什么嘴？我就是。我跟娶个姻缘这么深，我是一个靠不住，开始娶个所有人的地基主。所以你若是做不到任何代志，我就会马上给你处罚。若是敢超过三遍以上，我袂对你手下留情。你敢知影娶个前几年？因为大新妇是安怎死的？我跟你讲啊，因全部都是我的死的啦，无法度啊！上叫因拢做袂到我的要求，而且佮对我不敬，我当然袂用讲因留伫这个世间啊！阿丽，你敢有迄个本钱跟我对抗？要将你抬死哦，就参照抬死一只狗呀，这么简单。只要你好好表现，我袂随便出手的。阿爷记哦，我家你的来往哦，你不能甲别人讲哦。你若是敢甲别人讲，你应该就要知道你家己下场是啥款啊！好啦，相信你拢听我，你会当回去。原来是在乒乓哦！是真实的呢！哎呀，若是以后我做唔着代志，唔就让娶个第几组邻居甲死，我袂用死。大少爷来啊！我是要安怎？Thank you.
请恁大家哦，卖耽误着小龙哥动饭时间啦。中华兄哦，等下就要无用啊。电话打太伊哦，陪恁大家饮一杯，好不好？哦，行行行，拍摄，杨姐对下来，拍摄拍摄。希望美女等卖去用看破卡手。不少加钱哦，真正系人事。大小爷同房，你安怎呢？人讲囡仔做大戏做无落来，无人捌交代讲未使甲警员同房，一声灯影慢慢是要如何多呢？我袂当甲大小爷同房，你安怎呢？啊，有啊，我归去戒酒醉，家己用个分去就好啊。你安尼啉吼，最近就醉啊啦！今仔日今日心情吼，我也欢喜啊。加啉寡，等下来啉好较济吼，同伴唔只会欢喜对无？卖看我。安尼啦，就是唔是安尼啉。哎，可等下再去眠床咯。你真好乖啦。哎呀，卖啦，浪费太死啦。啊，我家的在做甚啦？强人一定要保庇咱的子孙，保庇静文，甲伊媳妇，让咱平安无代志。欢迎赶紧下开机散油。欢迎哦，他就是说清咱全家盘算报名，绝对袂用搁再有大媳妇死去的代志发生咯。情我的表情，应该有个咧想死去的鬼样。明仔早起，该接受新妇的红地，卡早困来看我们，自己困啊。你叫我卡早去困的，你是不是想要过去鬼样的梦境，甲伊讲话啊？别项代志我会当不爱管，但是这件代志我袂当计较的。我这世人是无可能该放袂记的啦。上个月嘛是我的媳妇，那是咱全家受害者。假使有机会再讨公道，我一定要问地主，为什么要给他掠走？你，地主，地主，我哪能讲讲唔对话啊啦？你别生气。找伊啦，我会做个足澎湃给你办。你带量带量啦，莫生气。刚起家时，你莫阁讲啊，赶紧来看，紧来看。上一公鸟车参加已经有两代大神不死的慧命啊！若是要报名，都要顺顺顺地去做伊。例如咁发多呢？一代嘅新闻过得五毛外久呢？明仔台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大神不的酒餐》。一般买卖拢会白纸写五字拍契约，但是有人买厝，嘛会甲阴间来拍契约。阳间呢，啊，持有人来买这个土地，甚至讲无形界的土地呢，就是讲五一王的管理。所以咱甚至讲嘛是甲咱的五一王啊买这个土地，但是嘛是爱护地基主啊，知影是用砖啊，啊给伊刻字，
哦，起来说这专制，等于像咱即马土地买卖吼，伊、个契约书。立准契就是向地基主宣告讲，地主经过合法的买卖程序。希望呢，啊有这个准契，不请土地公伯做见证，就是知影讲咱无形界甲有形界，人要出闹的人呢，啊，请勿来取闹安尼。准契拍好了后，会先用红布给包起来。然后台壁空涂卡还是新涂卡，当作买卖领币。多情的人啊，总是为爱无离地，找无你爱，阮的心在哪里？